有好多话都没有跟他讲到，我也还有好多的目标都还没有实现。亲戚这辈子对我的恩情，我只能下辈子再报答他。我有好多话都没有跟他讲到，我也还有好多的目标都还没有实现。亲戚这辈子对我的恩情，我只能下辈子再报答他。我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。亲戚去当天使了，他跟我告了一个很长的假，因为他好久没有出国了。我祝福琪琪放心去旅行，一路好走。姐姐真的很疼我，在我没有钱出来的时候，她都会跟我说：“亮亮，你再打电话给我，我开车去接你，可以带我家吃饭，我住多久都没关系。”姐姐这辈子很善良又孝顺。我有好多话都没有跟他讲到，我也还有好多的目标都还没有实现。亲戚这辈子对我的恩情，我只能下辈子再报答他。我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，他真的把我当成家人一样疼爱我，常常打电话关心我。我现在，我没办法。相信他已经离开了，我每天都只能听他前几个月留给我的语音讯息，我就感觉他还在我身边一样。他只要有电脑不会或是脸书有问题，他都会打电话给我，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跟我讲，也常常会跟我讲笑话。我还看他跟我的对话的 LINE， 都觉得怎么会那么？我跟他的缘分怎么那么短暂？去当天使了，他跟我告了一个很长的假，因为他好久没有出国了。我祝福琪琪放心去旅行，一路好走。琪琪要等我，谢谢琪琪的恩情，谢谢。